其实我觉得都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这个男生支持了你的理想，给你投了钱。男生你应该感谢这个女生，哎，你要感谢恰恰是因为他这种追梦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那种想法的东西给你上了一课，就是在未来的道路上面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大气，对金钱的理解会更不一样，也许还帮你成就更大的事儿呢。所以彼此感谢吧，买卖散了有点人情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对，如果我爱你的话，当然是我应该跟你分担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痛苦，包括你的负担。其实我当然是我做的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会继续开第二家店，为了你梦想，还为了我们感情，在我们感情和经济上我们可以完全是可以分开的。我希望你能回来。好，请亮灯啊！谢谢两位的分享，来，请回，请回，谢谢啊！来，请关门，看看他们的选择吧，请开门。来，小伙子，谢谢。哦，来，这边这边下去，哎，好，来，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最后要跟男生说一句话啊，真心对他，不要耍心眼就行了，好吗？好，祝你们爱情事业双丰收吧！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老师。是你。